我们请傅先生慈悲前道冲昏道冲。傅先生好。傅先生好。请坐下。慧文，我们现在做前人大德，那我们现在各位田师大德，一群人进来跟各位见在点，大家午安。做前人，希望上天慈悲，周世丰足，老仙女福德一生。一首在先担任领导者，现在领导人就是领导者，甲咱开辟着这个道德经班。当然，这个班次，咱嘛知讲道德经是一部礼佛道上的贡献，是一个上善法。不过因为要开始疫情啦吼，咱好先来做一个广告啦吼。咱十一月二七日啊吼，咱有一个迄个读经师资的培训吼，读经的师资的培训啦吼，咱邀请着咱华联，咱读经协会理事长吼，田面讲师吼，来遮特别甲咱做一个培训。但是我听着咱义林即个总安师在讲吼。咱目前能报得进，能报七十几个尔啦吼，七十几位吼。那伊恁伊个性能过去咧报拢有八几个上，但是今年报得进人73、74个。希望讲咱各位的迄个领任吼，包括咱各地方的迄个读经小组，咱较积极一点吼，因为咱伫有花莲遮好个师资，啊要甲咱培训，这是一个机会啦吼。这段甲咱做一个功德吼，那因为这个道德经呢，咱嘛知影是一套非常深奥，人讲伫世界上的贡献，占一个非常高的地位的一部经典。那这部经典呢，伫佛教上的贡献，伊是讲叫做无上法吼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既然无上法，你得住。你讲诶，叫做无啦吼，无无诶无啦吼，无啦吼。那你佛教释迦牟尼讲叫做空啦吼，叫做空。那无甲空，无与空，因为两个定义来讲起来，应该拢相像啦，拢三格。是伊诶文殊，伊诶名殊用无三格。但你基本上来讲起来，拢讲到迄个实质宇宙实相诶道理，拢讲到迄个道理。伊毋是咧讲到一种表象，嘛毋是咧讲伫文字内底。甲你讲起来，就跳出文字，你会跳出文字，看出着伊真正深深的妙意。所以这种当中呢，这是一个佛陀当时讲为法大乘者说的一部经典。那因为呢，今日那有三位讲师啦吼，第一位就是咱释迦吼。第二位就是迄、那个文祥吼，第三位就是美祥吼。伊文祥来讲起，三位大家咧讲拢非常的好的道理，非常妙的道理啦。其实你讲，咱好是叫做结尾啦，叫结尾啦。咱讲咧讲上因好的道理，因为咱好好也嘛有可能啦吼。但是不过咧，因为你这个你半点钟内底当中呢。咱佛法以这三种啦吼，这三种咱佛法一个简单的浅见，会当含咧做一个分享啦吼，这是安尼。不过呢，因为东元雪教吼，那么咱咧道中的一个很优质的讲师吼，讲的道理，咱嘛这个非常的妙吼，所以呢，因为可能感觉讲，那讲有心可畏啦吼。后生可畏哈，所以呢，因为先甲讲起来，讲得非常好。那因为伊这有咧讲四段，第一段大德慧，有仁义地为春，有百为六亲不和，有好主，有好主国家混乱有忠信。
伊讲这四个重点啦，吼。那这四个重点呢，应该是讲到了啊，对迄个实体物件，对迄个实体物件变化，甲对啦，甲对这个了，对理想，啊，讲到对思想，讲到对思想了，因为本来就是。如如不动，不动如如。你宇宙中最高的道理叫做实相，迄、那个实相换一个解释叫做无相。那今日你迄个无相的物件叫做大道，那大道它会搁废，它会后壁搁废不去，无去。基本上，这不是咧甲恁老子啊照着这段咧甲恁比喻，比喻哪？比喻咱人，咱人有一个大道。咱人大多，迄叫良心本性。你有一个佛性，有一个良心本性，吼、哦，迄叫做哪？迄叫做大多。因为伊，若你甲讲宇宙的实相的道理，讲法是运作着实法界内底当中啊，所有的物件拢无离开大多。一句话，若讲到外口去，是咧讲到宇宙实相体的物件。那你讲到咱的肉体小单位？咱的肉体嘛是有一个大道，运作着咱的四肢百骸，运作着咱的所有的物件。咱嘛知影讲，今日有一个真正清净无量，这个物件内底当中呢，这会使甲讲，你佛来甲讲起讲叫做佛性，吼、哦、佛性；你老祖来甲讲起讲叫做道，吼、哦。那个大道无形，消灭天地。大道无形，运用如我大道无名，中用万物。我嘛唔知这是什么名，但是我是个强名，一个叫做道，我个强名。但这个道又不是名，啊道好道不非常道，道来当讲的道又个唔是道，啊名来当讲的名，啊又个唔是名，啊这个甲讲出什么名？所以老师当个强名是讲叫做无啊，吼、哦，强名是叫做道啦，会使你个讲啦。那你的身躯？你佛教上来讲是一个空性，迄个叫做道。但是咱今日去，咱知影，诸生如阴离之微海，诸生如海水之无波浪。咱的诸生都参照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因哪生出来了？了了后，就拄只面相，甲咱放个婴儿。迄个阴离就是道，咱生出来每一个人都对遐来。但是咱今日去，因为咱的思想的变化，叫做哪？因为变化的，你有一个纯真无量，有一个纯真无量的大道，但是就废，什么叫废？你大汉起了后，你的思想、你的物质、你的名相，你已经受到了外缘的给你影响。咱讲绿金染绿电，啊生绿色，啊因为你的自性，迄、那个纯真无量，迄、那个废掉去啊，这样废掉，迄个无去哦。那是无无用，因伊本来是苦教的哦。伊讲苦是用一个名词来甲讲起来，其实叫砍掉尔啦。啊，那废去就是派去啊嘞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派去啊，你要变哪生活？你甲讲，那会派去，迄就未生活。所以咱人死去是归空，咱人死去是归心，咱人死去不是无去，咱人死去不是派去，不是这个道理。但是老子用着讲废。这个废，你唔能够解释叫做歹去，唔是，是因为咱已经受到环境的内底影响了后，你变成啦，你有一个纯真无染的本性，所好染着。啊，若好染着，变怎？本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自富足，何其自性本无生灭，何其自性啊，人生万法。伊本来就富足一切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那何处在遐进来？当然，咱拄则讲是讲，因为已经受到这定的力量，所以变成伊纯真。本来唔免用法律，是安怎用法律？这个社会就是有歹人，我才用警察。但是这个社会若无歹人，拢总是好人，我敢要用警察？我唔免。是安怎我会用认知？我爱在用认知，是因为已经迄个你家己无能管理你家己啊。咱已经家己无能管理家己，所以才定认知。你爱依人依己，按照这个规矩来行。但按照这个规矩，我来说一个简单的比如：这条路
伊本来就是一条路叫大河嘛，现在暗边，现在爱青边，是安怎斑马线爱改变这些物件？这些物件换一个介绍叫做规范，叫做规范。但是因为咱人未按照着道率性之为道，咱人未按照这个规矩来行，你听无？因此当中呢，圣人甲个列一个叫做大道会，这条路已经大家未按照这个规矩行，干脆我甲用一个红灯，我甲用一个斑马线，我甲用一个叫做停，我甲用一个叫做哪会，迄个叫做规范。迄、那个认知换一个解释，叫做规范。伊人在讲，你已经没有能力管理你自己，我必定会借着人，家己这个次要的功夫来管理你。所以讲，第一句叫做大刀会，有认知，那用着人家己来管理。但是第二句话呢，是讲智慧出有大会。这句话是安怎解释？来来看，因为看这句话一定要注意，智慧出。是啊，智慧会出，智慧若出变做啥？变做色。智慧出变做色哦，变做色比色变的色哦。妙行无阻，妙行是无阻哦。咱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哦。迄、那个应着一切境的内底当中，应着一切境，你无所住哦。你无所，唔是你无应，你有应着。但你用一切经，你袂生一切心，安尼叫做妙行无阻。但是咱已经咧有附着一个智慧伫内底，智慧甲知识是共一个物件，你一定爱记，这个手正面叫做智慧，倒面叫做知识。但是是安怎会出？就是因为这个社会，因为人讲上古的时阵，上古迄个时阵啊吼，叫做文明，叫做哪？秀民佛心啦、啊，中国的时阵叫做人民人心啦、啊，下古的时阵叫做佛民秀心啦、啊。佛民啊，就是佛的民，大家拢比着迄个足高贵的迄、那个化妆品，甚至咱的五官啦、啊、吼，对一个凸出来，啊对一个凹落去，凸出来会得个讲个条理，把保护咪凸出来，啊迄、那个凹落去会得个补空起，真无歹人啊吼。所以呢，因为变色咯，伊到这个下古时代啊，叫做佛面修心，佛面啊，佛的面，但是咱动物的心去啊。但是这个时阵，因为智慧出，就是讲，因为人心无用到真正，你迄个良心本性所流露出来迄个智慧，哇，迄个叫做妙智妙慧。你看出来，讲叫做妙智妙慧，你用得啦。你用识理甲识智咧做代志，叫做出，所以变成有大位，迄、那个大位出来，先迄个大位出来，因为你用技巧，你用识理识见，你讲算计，你讲量身定做，哦，你计较，你比较，你乱叫，那安尼当中，迄、那个位叫做计算别人，你无对你内心世界家己发觉，你拢对别人一点点能计算。你叫做伪，伪就是假造，迄、那个伪应该是叫做假造。你非的内底无迄个物件，你伪的物件，去知识到迄个物件。所以第二句话就讲，地位出有大位，因为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，道德沦亡，已经把迄个什物件，迄、那个地位已经埋没。所以咱用啦，识地识地，迄、那个出用着迄、那个。地位出无用到迄个良心本性去做代志，所以呢，咱拢用为。当然到第三句讲六亲不和出好族啦吼，这点内底当中呢，本来好族是附着的物件，是咱六亲不和才出好族。因为咱今仔日一杯咖啡的原味，咱咧只能食迄个加起迄个原味啦，迄叫做真味啦，对不对？嗯但迄个真味，若甲泡啦，若甲泡牛奶落去，若甲放一寡糖落，迄个原味有走有无？嗯，迄个原味已经走去啊。但是若迄个原味走落了后，你要食出着迄个原味，就食袂出来啊。你要食迄个原味，就食袂出来。啊，迄个原味叫做无作为，迄个原味叫做，但是咖啡又附着原味。
但是伊太变成啊，变成遐一味出来，因为你甲下迄个物件咧，必先互伊本来一味叫造福。意思就是你甲人解释，咱每一个人有区别了六亲，六亲本来无得合与不合这个道理，你本来爱区别着哪，恁应该兄兄又宽，阿弟又弱，阿夫又足，子又孝。哦，抽你爱有和睦，啊，这种是一种，对呐，会唔免卡的，本来苦逼，但是现在不合，因为大家在计较，大家在比较啊，啊，大家在开始有这份，啊，但是因为这个家庭内底当中，就是开始乱起来啊，啊乱起来，就开始看对一个人，真正，人要去变较吃苦人的，来看对一个人真正，迄个突出。会突出出来，突出性人呢？你真正有好主，你真正有好主呀。迄、那个伊就是不变，迄、那个也不变。但是，那下你心，那今日受到激会当影响，迄、那个会影响的，迄、那个唔是叫做真主啦。但是迄用着伊的那个砍掉了尔。但是拄着激了后，那个骨卡就酸出来啊。所以讲六亲不和啊，出好主，迄、那、倒、個、是真正。真正迄个才是好主，但是你表象没有看到真相，你表象打满了功夫，人讲讲场面化，场面化了吼。但拄着定了后，迄个真实，迄个真的甲假的分出来，所以叫做六亲，吼、哦、不合大出，国家纷纷有心有点中心啦吼，应该这个道理，应该大家拢捌啦吼。国家若无乱啦吼，风格。变清楚啦，啊，胡乱现成精神啦，啊，家庭出好主啦，这贵。读到内底当中呢，伊这段话是咧讲讲，咱今日去这四种的物件，都、就是一日对大道，今日个大道若无废，后壁先拢免讲，因为大道本来是辅助一切物件，都、就是已经乱去啊，都、就是人无。人若要叫天理啊，啊天就要叫家己啊，已经乱去啊，所以到后边他出这些物件。那当然，因为伊讲到第十五章呢，叫做所福章。迄、那个所福章换一个解释，叫做纯金之意。所福一个简单话叫做纯金之意。迄、那个纯金就无杂味啊，就无杂啊，没有杂啊，纯金就无杂。就我拄则讲啊。迄、那个咖啡，伊若原味泡出来，原豆甲加出来，你若无加糖，糖，你若无加糖，吼、哦，迄个叫做牛奶粉类，迄、那个叫做原味。但是因为迄叫做泡叫做熟，或者解释叫做泡熟，或者解释叫做煮热，泡熟或者解释叫做咸，你佛家咧讲叫做咸，咸啦、啊。啊，这个咸或者解释叫做软。伊个解释就是安尼，所以名词无相像，但是意拢相像。啊，迄、那个朴素，迄、那个讲一个较实际个，迄、那个朴素叫做道。简单讲，道伊绝对无加啥物元素嘞。咱活在这里做简单的比如，即杯叫做白水，白茶白嘛吼。啊，即朴素白茶嘛，世间少人买食白茶，但是你若人加比如。这杯茶变咖啡茶，你甲泡茶变成啊，变成个茶味茶，你甲泡汽水叫做汽水茶，但是因为伊个泡在里底，伊个泡就是你本来白茶，是因为你甲泡的变成因为糟心气的物件。咱本来咱的祖先就掺着这杯茶烧香，就这样朴素，但是咱六道轮回。道心道劫来到这个时阵，咱变成啊，咱念啊真厉害啦吼！咱本来单纯的物件，无够咱尽头拢无单纯去啊！啊无单纯，咱在咧轮回。啊，咱是要找回着迄个朴，要找回着咱迄个元素，迄、那个元啊，迄、那个素。换一个，离迄个进社会一个名词，讲叫做原始点。我要找我原始迄个点，我要找我倒来迄个点，迄上真诶，迄叫做哪？迄叫做真实之意。那伊后壁就甲你讲哦，绝生气地，明年百八，
绝人气你，民服好足，绝客气你，道积无有，初三者为以为文不足，故另有所属，见所拍抱朴，稍疏寡欲。这句话是讲三重点，啊，这三重点同人讲，叫做绝性气质。什么叫做绝性气质呢？迄个绝性本来无物，何处惹人爱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来性？因为伊是无这个名词的物件。绝性绝就是甲绝掉的气，就是甲气不掉的。因为这个名词拢叫做多余的。你佛教上，你佛教上有一句话讲叫做言行道断，言语道断，啊心行处灭。你佛教上有一句讲言语道断，你会当讲出来道，迄个道就等于啊。心行处灭，你心若动一下，你有迄个物件，啊迄个道就无去啊。所以呢，迄个道的物件，唔是乎你用，你用着性，甲用着智。会当来治疗，换一个解释，迄种是一个宽法全法，迄、那个宽法为着你有众生方便去甲了解这个物件，所以我提一个法叫做宽法。那我提这个宽法的众生，就变成怎？变成讲，迄、那个就是道，啊，迄、那个就是智，就变成安尼啦。啊，有迄个物件，你有迄个思想来，安尼你就接啊。所以迄个接在到底当中呢，变成人讲咱。咱佛教上，当时佛陀当时讲一句话讲：大地众生非如来，地位得相，但因后面句话怎讲？妄想执着。妄想什物件？有一个圣人哦，妄想什物件？有一个地位哦，有这个物件。迄、那个物件唔是互你用嘴讲的。过一阵呢，我来做一个足简单的比如。我问恁，恁十点几点睡？你讲啊，我做三点十点睡。你十点那是熟，你阿都知影迄个十点，迄叫做熟。你还没有进入到真正，迄、那个哪呢？迄、那个绝，你还未进入到迄个真正的梦想。我问你讲，你下早几点爬起？你讲我着七点爬起。我你熟已经了解七点啊，迄不是伊，你已经离开迄个哪，离迄个如如啊，你离开迄个绝境气地迄个物件，绝境气地的物件就是讲，当你入去。你无所无，你不知不觉中，你不知不觉中怎入去？你不知不觉中你怎出来？迄叫做不知不觉。你迄个不知不觉内底当中，人甲你讲怎讲？哦，我昨暝哦，睏一个，睏了一个有够欢喜的啦，啊有够爽，啊一醒到天光。咱安尼讲无，迄醒有爽无？嗯。迄醒真正睏了有够饱。安怎讲？你也无做梦，也无听到半火。啊，无听到麦肉粽，啊，无听到麦豆腐，啊，无听到麦豆奶，拢无，一切靠天光。迄、那个就是呾，迄、那个已经绝情气质，迄、那个叫做绝，迄、那个叫做绝性，即、這个气质，你完全无离迄个台，你入去甲出来，伊喊你学，伊绝对无字，你若有字，十一点嘛去放尿，啊，十二点嘛去便所，啊，饭店嘛，规暝大大走便所走袂离。你明仔起来，你讲，吼，有够忝。我昨暝都行便所走十外转，有安尼讲无？你有困了无？你规个头壳乱擦乱啦，乱昏昏啦。因为你要绝掉迄物件，迄物件你绝，你要进入了你迄个真正，迄、那个清净的佛陀，伫金刚第六甲你讲安怎讲？讲净心起用。你无当进入了，真完全是拢做无理念。迄、那个实质，迄、那個、叫做虚极逍遥。你要进入迄个物件，简单。所以，若安尼当中呢，一个人会当进入了绝性气地，迷你百倍，迷你千倍，迷你万倍嘛有。是老子用一个百倍来做比如。伊来讲，你进入迄个实相的内底当中，迄毋是用着迄个什么？离甲无离来做比如，我来讲一个足简单的比如，佛陀伫金刚经伫第六品讲一句话：，是佛呢，若有人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是人必获灵道。是佛呢言：，成道世尊是福德，具福德性，
四果如来说明好几多。所以讲，后面再讲，若有人受持陀相处经，乃至数一定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彼。后面这句话，头前那句话，就用三千乃千世界的七宝金银酸竹马肉皮肤，这七种的宝贝，用十亿粒的地球，其实布施这人有这无？因为本来问师父的，师父就讲善多世尊恶太济，但是师父在那讲是福德，只有福德性，不得你讲这是福德哦，这不是福德性哦。是故如来说明福德多哦，你如来才讲一个多，甲一个少，一个多甲一个少，这是对立观的。后边有人在讲，可以讲，若有人修持陀相处经，修是忍辱一心，持叫意念不忘。乃至数一定为他人说，这个叫做菩萨。若有人修持陀相处经，乃至数一定，这个叫做自觉，为他人说叫做觉他。具有胜利，这个人胜过十亿粒地球的七宝，修持陀相处经，乃至数一定为他人说，这个人的功德是胜过用十亿粒地球甲吞成的七宝阿卡者。这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边，第六分讲的，第六分第七分讲的，伊讲啊足清楚的，什么意思？安怎讲？所以这句话我会提出话来做比如，就讲、是、你哪会当你作成气定？不是百倍尔，不是千倍尔，不是万倍尔，不是亿倍尔，迄乎你无法度去算计的物件。哦，有宝贵有无？当然嘛宝贵，但是你哪无法度作成气定？你若心还佫存着一个袂清楚、袂明了，那安尼你还佫落去众生地，作人起地，作人起地，人甲义，作人起义，作人起义，就一头前即句延伸啦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大道会有仁义，因为既然有仁义啊，伊佫继续讲咧。虽然有仁义出来，用仁义来治理世间，用仁义来规范这个社会。但老师在甲讲啊，后壁第十九章在讲来哦，伊讲爱得转钱去，伊甲伊讲讲到无去哦。伊来讲，因为咱今日哪得落伫人，哪你今日得落伫物人甲伊个网点，你完全要进入到清净无无可能，你得落伫人伊个网点，所以甲伊讲转钱去伊民福好处，本来是按照用人伊个规范。迄真义的规范，那是一个宽宽的；迄唔是一个实宽的。民福孝慈，迄叫做实宽的。对于实际所流露出来，唔免人加迄物件，迄叫做实宽的，迄唔是叫做宽宽的。但是用着真义叫做宽宽，是因为个入宽宽，安尼所以变成咱用宽宽来受到呢，咱家己执念的自心实际执念物件，受到袂顶当，是安袂顶当。因为有顶悬迄文艺圈了甲压掉了，所以伊喜欢演戏，也喜欢走袂出来，所以变成安怎？咱的盲点的用你文艺的盲点来想到，咱无用到咱实上智慧来想到，伊安怎讲？伊就去来白死去啊！所以咧第三副第五个就来讲，作卡起哩，道则无用，作卡，因为卡底卡卡哩对倒来，卡卡哩倒对，对迄个叫地位尊重大位来。你这句话啦，因为你有台位就有卡嘛，有桥嘛，哦，立嘛，因为桥立，依卡嘛，依卡嘛，这个不是前桥方便嘛，这你有一个挑心嘛，挑底嘛，所以你这个物件内底当中呢，你乃当真正把你的挑底，你唔能用着你的挑底去算计别人，那安尼当以身作则，后起来道积功德，安尼讲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这两点当中，伊后边就讲畜生者，哦，畜生者的讲啥物件？以为文不足，听好，用文语咧规范咧，迄种是种办法。以为人不足，文不足就是讲。咱用文咧教育人，
就是一种的方法，牵强方便。所以果灵有所修，迄、那个果灵有所修，就是讲我用到一个方法，有所修的引导，和民会当真正一个归属。用民有所修，就是讲灵界人，虽然我用文用文语咧教众生他的智慧，不如我会当用到一种的方法来引导。那安尼呢？要引导到对一个所在，见土抛，见所抛土，见所抛土抛破，消消除挂欲。那当引导可以见所抛破爆土了吼，看到什么呀？去看到迄、那个真正迄个所，迄、那个所你真正去，迄、那个用外一个解说，迄不是用目睭看，哦，所以迄用智慧去看，你用智慧领悟到迄个真正叫做土。什么叫做素？迄、那个素叫做元素，叫做换一个解释叫做朴素。迄、那个朴就是一个作主源，就是一个原始的物件；道就是一个原始的物件；道就是一个作主源的物件。所以呐，安尼你一定要消除烦恼，消除因为咱的思想就是产生咱的心理和实践。但是咱的欲若无，咱的思想主源就未生遐济物件。咱的欲思欲若济，咱的思想就多，啊，所以呢，必须讲，老师傅在这段当中，第一章第十九章来讲，所获足，就是讲，你一定要回归到迄个自然，哦，迄、那个素朴朴素，迄、那个叫做道，这是不过因为到第到十八章来啊，这一点时间上的关系哈，啊，或许啊不爱继续耽误的咱的时间嘛吼，啊，因为今日大家先到讲。讲了真好啦吼，啊非常啊感恩着咱啊这个信咱王天老师吼，伊当医生来培养着咱这边的这个讲师，甲咱培养到大家这个德学，啊嘛大家这个啊这个对德这块在当中，也做深切意趣意理归趣，这点首先值得我们去肯定啦吼，啊感谢咱建议出笔啦吼，互咱今日去。有这个德智通这个班，一年是四班，两个共同学习，这是非常的难得。啊，咱话讲到这个所在啦吼，不过因为一个修正啦吼，拄则咱话讲迄个哪呢？迄、那个读经老师啦吼，要来讲课，迄培训的日期不是十一月二七啦吼，是十月二七，是十月二七啦吼，因为十月二十万嘛吼，后礼拜，后礼拜啦吼。咱好像讲十一月二七，讲了唔对啦吼。十月二七后尾排名啊，啊，大家对着哎，尽量加叫一挂。有只贺主席的老师对花莲过来，先咱若要叫出来，先吃着菜。有影事实，咱若要爱咱的学校，对读经这块有专业，咱无论安怎，一定想办法叫出来。安好唔好？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主持。感谢父亲的慈悲，前道冲，昏道冲，能在此一节时间欢喜啊！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前后慈悲是不是一起闭班？先闭班了哈。兴义义和108年十月份，清上经典班元辰，下午吉祥五行30公里，前道一冲，再冲。三鞠躬，感谢前人十倍鞠躬，感谢父前人十倍鞠躬，感谢各位点师十倍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十倍鞠躬，昏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前人十倍鞠躬，感谢父前人十倍鞠躬，感谢各位点师十倍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十倍鞠躬。我们先等一下啊，现在让前人跟点人师要上到三楼啊，要去三楼上线后，咱只我等一下吼。啊，好，而且有一件代志，甲咱啊交代，咱等下爱上单位的前田三楼落来啊，这个所在者整理这个场地，收这个椅啊，感谢啊，谢谢。